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的畅谈 Gentlemen， 我是 Kurt， 我们又见面了。那今天呢，这个场景有些不一样啊，因为今天呢，在这个 Mexico 的这个 Cancun， 坎昆，跟大家来做这期节目吧。这个因为最近啊 ，Kurt 有一个小的假期，所以说呢，带着家人呢一起呢，来到这个 Cancun， 算是度假吧。那呢，今天呢，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这个场景呢，其实真的挺漂亮，这个海真的挺漂亮的。非常的蓝，我觉得呢，这个其实 Cancun 啊 ，Kurt 来了好多次了。那之前呢，这个待的酒店呢，一直叫做这个 Le Blanc， 用中文讲呢，就是这个白色的意思啊。但是这是一个法语。那今天住的这个酒店，因为订的这个比较仓促，那这个酒店呢，换了一个酒店，这一次啊，叫做这个 Secret The Line， 其实也是还可以的一个酒店啊。在这个 Cancun 啊，这个评价也是不错的。那说到这个场景啊，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之前在客人的一些节目里面啊，其实呢有那么两三个场景。那首先第一个场景就是有的时候客人会穿这个西装啊，跟大家做节目，那个呢一般都是我在这个办公室的这个，就是我在我们公司的这个会议室里面啊做节目啊，抽出这个空余的时间吧，这个闲暇的时间跟大家呢来做这个节目啊。第二个这个场景呢，就一般我穿一个比较休闲的事儿的呀，或者 T 恤的呀，在家里啊给大家做节目。那另外呢，第三个场景呢，就是一般是在这个车里给大家发这个快车的节目基本上就是这三个场景啊。那今天的呢是在这个非常漂亮的 Cancun 跟大家呢一起来做这个节目啊。我觉得这期节目呢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什么是 Beater Watch 啊。这个 Beater Watch 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Beater Watch 就是这个在你收藏里面比较价格比较低的，然后呢比较不 care 的这个手表其实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这么讲，我觉得稍微有一些片面。那么在今天说这个话题之前呢，先跟大家来做一个 wrist check， 就是这个 Seiko Save the Ocean 我觉得配合这个今天的场景非常的好啊。很多的海呢真的挺脏的，那这么漂亮的海，我们大家一定要想到保护海洋。所以说有的时候收藏手表，知道这个保护海洋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回到这个 Beater Watch 这一块那之前呢跟大家一直在说 Beater Watch， 我觉得不管你是今天刚刚入门，还是呢已经收藏一段时间腕表的朋友想要买一块这个你可以讲是不太 care， 或者说你的这个手表里价格比较低的手表来作为一个，我觉得用中文讲的更好的一个解释呢，是一个替代品啊，就是你这个高级腕表的替代品。那很多朋友讲说你也没必要非得买一款这种替代品带你的高级腕表就可以了，因为呢我毕竟买这个表就是为了戴的嘛。但是确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有这么一块 Beater Watch 也是非常好的那刚才跟大家说这个比较片面，就是说你说这个 Beater Watch 就是不太 care 的，然后呢这个价格比较低的腕表，其实我觉得要从用途来区分那么首先我觉得第一个Beater Watch 的用途呢，就是如果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尤其是陌生的国家，你对这个国家呢这个安全系数有一定的考量，然后觉得呢不太安全，比较多的这个牛鬼蛇神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尽量有一块 Beater Watch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你看我去这个其实我知道的地方，或者是我对这个地方安全我有这个放心的地方，我还是会佩戴我的高级腕表。但如果你到了这个 Cancun即便是这么漂亮的地方，我觉得 Mexico 这个地方呢可能在这个安全系数上稍微低一点，然后呢你如果戴你的高级腕表那如果有牛鬼蛇神的话呢可能会对你的腕表呢有一些的这个企图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戴一款 Seiko 的腕表我觉得一般的人呢也不会说有这个企图我觉得所以说我觉得第一点的这个用途就是你去这些你自己不太熟悉的地方，然后呢安全系数你觉得并不高的地方，我觉得呢有一款 Beater Watch 都是非常不错的。那第二个呢我觉得用途的地方呢就是这个 Beater Watch 呢就是如果你去一些比较恶劣的环境我觉得你带一款 Beater Watch 其实挺好的比如说你出去这个爬山这个出去冒险或者说去做一些这个 roller coaster 云霄飞车或者你去外面去这个有野游camping 这些活动，我觉得呢这种比较 rough 比较 tough 的地方，你有一款 Beater Watch 有的时候呢真的可以替代你的这个高级腕表。那其实很多人呢也说这个高级腕表你也可以佩戴去这种地方嘛但是呢我觉得呢如果这种地方非常的这种 tough 或者 rough 的话，我觉得你最好有一款 Beater Watch， 我觉得作为替代来讲都是比较好的。但是还有朋友会讲呢说那你去这些地方就别戴这种腕表不就完了吗？
其实呢，真的这个话说回来啊，如果你佩戴一段时间腕表，你对这个腕表比较感兴趣的话，比如说像我，如果今天不戴一款腕表，我还觉得这个就有点像 naked， 就有点像裸体的那种感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我今天如果没有佩戴这种手表，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但是好多这个Beater Watch， 有的朋友呢可以这个选用这个 Apple Watch 作为这个 Beater Watch， 其实我自己呢也是有一款 Apple Watch 或者你选用这个，其实 Seiko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这块呢是这个就是比较去这种比较环境恶劣的地方。那第三个用途呢，我觉得就是比较适合这个西方或者是这个尤其在美国这边的国情吧，就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这个家里后面这个草地需要割草啊，去宜家买东西回来需要组装啊，或者是经常的搬家，我觉得这种活动，这种体力劳动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一款 Beater Watch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的。那我觉得从这个两三点用途啊，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其实 Beater Watch 也不一定是你不 care 的。我觉得呢，作为一个你的高级腕表，在某些时候的替代品，我觉得呢，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那最后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其实不是说这种 Beater Watch 就是便宜的手表，或者是你不 care 的手表。那我也见过非这个收藏腕表这个档次非常高的这个朋友，那收藏很多名贵的腕表。那他的 Beater Watch 是一块这个劳力士的水鬼，对吧？但对于大家普通人来讲，我觉得有一款 Beater Watch 这样的 Seiko 其实真不错的选择，也没多贵，大概呢这个300-400美金的样子吧。然后呢，你去到这种地方，然后呢，或者是你去一些比较 rough 的场合，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呢就是这样了。其实这个后边的两三期节目呢，我们也会在这个 Cancun 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节目啊。但是今天呢，是刚到这里。然后呢，跟大家呢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节目，那也是感谢这么长时间大家对Kurt的关注啊，希望以后能把更好的节目带给大家。那今天呢就是这样，我是Kurt，最后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Cancun 啊，墨西哥的海确实非常的非常的漂亮啊，这个海非常非常的蓝。再给大家说一下，其实这种这个 Mexico 的这个地方呢，这个 Kurt 经常来，是因为这个酒店呢一般都是这个 all inclusive 的，一般你订了之后呢，所有的酒水啊、餐厅的这些饭啊，什么都是包括的。然后我觉得也其实非常的 relax。你来这儿的目的呢，就是去这个海滩上啊，去晒晒太阳，然后去游泳池里游泳、喝喝酒，我觉得呢非常放松的一个地方啊。大家如果在北美尤其在美国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来这个 Cancun 来度假啊，我觉得真的非常惬意的一个地方，非常 relax。那好吧，那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的话，都来 Cancun 看一看。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 Kurt， 下次再见。